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娱乐泡泡圈。爱的迫降孙艺珍一直都是清纯的代名词，是韩国人心目中永远的国民初恋。但其实孙艺珍也有性感的那一面。孙艺珍拍画报、衬衫、微场、眼神魅惑，是充满女人味的漂亮姐姐。孙艺珍电影外出演出鬼少妇，将清纯的性感演到极致。孙艺珍性感瞬间一，画报、衬衫、微场散发浓浓女人味。孙艺珍在拍摄画报时偶尔也会展现性感的一面，像是下面几组照片，孙艺珍画着浓妆，白衬衫微微敞开，露出里面的胸线，眼神冷酷时散发着浓浓的女人味。但孙艺珍一微笑，马上变回骄傲自信的漂亮姐姐。孙艺珍要展现性感时大多没有太多裸露，但透过那双会说话的眼睛以及微微的裸露，魅惑的效果更强大。就算是比较清纯的风格，大家也能感受到孙艺珍隐隐的诱惑。小编真心觉得这组照片拍得很好，既有着清纯少女的美，又带有一点姐姐的女儿味，清纯到极致就是性感啊。孙艺珍性感瞬间二，夏衣失踪，超诱惑的泳装画报。夏天到了，很多艺人都会拍摄泳装写真，孙艺珍同样也拍过。照片中孙艺珍穿着一件薄外套，露出香肩，上半身是白色无袖，海水沾湿了白色上衣，隐隐露出里面的比基尼，再搭配孙艺珍诱惑的表情，这组照片当初公开时让不少人都很意外，没想到清纯端庄的孙艺珍也能这么性感。这组夏衣失踪的海边画报也展现出了孙艺珍的美腿好身材，虽然造型很性感，但孙艺珍的眼神就好像有什么故事一样，表现力十足。其实前一阵子孙艺珍在 IG 分享的泳装照，她的好身材也曾引发热议。孙艺珍的泳装照中透着一种健康的性感，身材匀称，笑容开朗，是自由自在享受生活的美丽姐姐。孙艺珍性感瞬间三，电影外出演少妇，清纯的极致是性感。虽然孙艺珍一直留给大家清纯的印象，但其实他也一直在挑战自己，是一些电影作品中孙艺珍也有过比较性感的角色，像是电影外出，这部是19禁电影，孙艺珍饰演出轨的少妇。片中孙艺珍平时是忧郁寡尤的少妇，清纯中又带着女人的风情，片中也有大尺度床戏，虽然是19禁，但大家不会觉得色情，反而会觉得电影把男女之间的情欲戏拍得很美。孙艺珍在片中更是清纯到极致，性感到极致。孙艺珍性感瞬间四，电影《无防备都市》演坏女人，一举一动都风情万种。孙艺珍在这部剧饰演盗贼集团头目白玫瑰，因为是坏人的形象，所以孙艺珍在片中的风格都很性感，像是化着浓妆，穿着有点裸露的衣服，小露香肩美背。除了裸露之外，孙艺珍在片中很多小动作也很勾人，像是抽烟的片段，眼神满满又坏又魅惑，真的是风情万种。孙艺珍性感瞬间五，颁奖典礼也有诱惑造型。孙艺珍在颁奖典礼上也有穿过一些很性感的礼服，像是下面这套，孙艺珍露出超美的肩线和事业线，后面完全都是镂空的，真的是很少看到这么性感的孙艺珍。下面这套黑色吊带礼服，孙艺珍则是露了事业线，整身的风格看起来高傲又优雅，好有霸道女总裁的感觉。以及几年前的颁奖礼，孙艺珍也都曾小露性感。不得不说，姐姐的身材是真的很好，是连女生看了都会喜欢的身材。孙艺珍性感瞬间六， IG 不经意流露的优雅女人味。孙艺珍在 IG 偶尔展现充满女人味的那一面，像是下面这张，孙艺珍穿着黑色小礼服，似乎是和朋友出去喝酒，是有点微茫的姐姐呀。拍写真时是气场超强的霸道女总风格，在后台化妆，一举一动都是万种风情，能清纯又能性感，每种风格的孙艺珍都很有魅力，难怪是韩国人心中永远的顶级女神。